拖鞋碌麦嘉琪街市买鱼，曾经是大众女神的女星麦嘉琪，自从2006年嫁咗俾大律师王国豪之后，就淡出幕前啦，专心生仔。六年来先后生了三个仔女，所以而家要专心照顾屋企啦。早前我娱乐 CIB 就喺九龙城见到佢买面包，虽然佢呢身 T 恤拖鞋碌可能伤咗唔少男粉丝嘅心啊，但大家要知道凑仔系好辛苦噶，你睇佢一次过买几包面包，就知佢有几多人要照顾啦。所以佢就冇咩打扮，净系带住副超啊，都唔可以有咩要求啦。买完面包之后咧，佢就行咗去九龙城街市买鱼。虽然佢就冇化嫂咁地胆彪啊，但要佢咁熟手，都知佢嚟惯噶啦。其实洗尽圆滑。可以在屋企相夫教子是福气嚟嘅，又有几多个女星可以好似佢咁啊？粉丝们祝福佢啦！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acebook page 啦！喂 ，subscribe 咗未？耶！